郊的白石湖吊桥可以远眺绿树丛林，风景优美，加上池塘中荷花齐放，虫鸣鸟叫，艳阳高照下，夏天正是姐妹们结伴出游的好时机。不过大太阳晒得人都快融化，该怎么办才能美美拍照呢？时尚达人说，要避免出汗黏腻，又想要轻松防晒，建议可以使用较清爽的防晒乳，降低肌肤负担。若能再涂上一层强调保湿美白等多功能合一的 CC 霜，效果会更加显著。其实要选择一个不黏腻的防晒的产品，然后要同时又兼具有防晒啊，然后又保湿，然后还有一点点润色的效果，让你在轻旅行的当中呢，你比较不容易像融化的冰淇淋一样，而且又薄又透，让你的皮肤感觉是很舒爽的，很清透的。想要不让热乎乎的夏天影响好心情，达人说可以用高浓度的脸部防晒乳加上身体乳，以1:2的混合比例涂抹全身，达到防晒目的。还有出游前建议先使用保湿精华锁住水分，再使用保湿水凝乳，让肌肤看起来更水嫩。觉得不舒服，你就可以马上把它拿出来，然后厚敷。那大概过了2小时之后，你的皮肤是感觉是很舒服的。夏天高温爆表，紫外线几乎都在危险指数边缘，出游时千万别忘记保湿防晒，才能让你美美出游，快乐度过炎热的夏天。安利新闻廖一芬、陈嘉阳台北报道。